杀鸡。你别以为他是在秀胸肌，这其实是杀鸡正在为刚出生的幼崽取水。它们的下腹有着超强吸水性的绒毛，每次都能带走一小口的水，然后穿越上百公里的沙漠，才能为刚出生的小沙鸡带去几根潮湿的羽毛，让小沙鸡吸一吸，让它们见识一下，这就是水，害他妈会蒸发。对，而这样得不偿失的取水工作，鸡爸爸每天都还要坚持，直到幼崽成年后才会停止。当然也可能半成年就死了，因为水不够，可死了也不知道带个水杯。对，当然并不是每一次都能安全取水，沙漠的水源有限，往往有水的地方都会有捕猎者的存在。这只大喵喵就是其中之一，它的出现吓得杀鸡鸡飞狗跳。这可能是只狼不会跳。好在喵喵很守妇道，它看不上杀鸡这一嘴毛，所以它只是来喝水的，并不会为难取水的杀鸡。而等到喵喵走后，杀鸡才会小心翼翼地上前喝水，毕竟这是他们第二次见喵喵不吃鸡爸爸，因为第一次见是上辈子被吃的时候。对，而胡狼就不一样，他们几乎来者不拒，毕竟狼行千里吃狗，屎行千里吃肉，所以他不吃带屎的肉。对，而真正能威胁到杀鸡的其实还是空中的猛禽，比如这只苍鹰，它不讲武德，会趁着杀鸡取水或者喝水的时候发动攻击。也因此每一次取水都会有鸡爸爸永远回不去了。而杀鸡是一夫一妻制，一生只取一只鸡，所以当鸡爸爸回不来时，就只剩在家里望眼欲穿的孤儿寡母，想想还挺难过的，也不知道他们闲着的时候为什么不挖口井啊。而这只取水回来的杀鸡叫二狗，由于它每次都能平安归来，所以同伴都亲切地称呼它为狗鸡，意思也就是你咋回来了。对，而作为二狗同父异母的表哥甲虫，他们的取水方式就完全不一样。没事，区区小命，不足挂齿，我们换一只。同样是生活在沙漠里，表哥学会了一项强大的技能，也就是凭空捏枣。对，每天早晨天刚刚亮，表哥就会早早出门，他需要在太阳没事，我们继续。表哥需要趁太阳没有出来之前爬上高达350米的沙丘顶端，这样的难度就好比人类爬上了珠穆朗玛峰。好在表哥不害怕，很快就来到了沙丘顶端，而此时的沙丘正好被雾气所笼罩，表哥要做的就是从雾气中取水。首先他会利用人往天上走，水往低处流的原理，把屁股高高翘起，保持倒立的姿势，然后用背部凹陷的沟渠让雾气凝结成水珠，而当水珠凝结到一定程度时，就会顺着背部的沟渠流到他的口气中，接着饱餐一顿。而这样炸裂的取水行为足以证明表哥在昆虫界一定是个知识分子。对，吃饱喝足之后，太阳也升起来了，表哥就会匆匆下山寻找一个阴凉之地避暑。而相对于表哥利用物理知识取水，变色龙取水的方式就完全不一样，他会爬到沙丘的顶端，然后45度抬头看天，目的就是观察天象，以此来判断天气的变化。如果判断出第二天会起雾，那么他就会连夜出发。当然这都是我瞎编的，你最好不要信，因为他是想去沙漠的另一头看看不一样的风景。对，我们继续。变色龙会连夜来到沙丘的下方，并在此等待天明，但这里并没有水源，而他要做的是守株待兔，也就是等喝饱水的甲虫出现，然后见一个逮一个。这样不仅能吃上肉，还能喝上水，此举也可谓是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一个字概括，真他妈损。抖音